东京食品展正式开幕，台南市长黄伟哲率队到现场，还一度用日文介绍台南最在地的农产品。而另外，连兰花展上的兰花也一块带来了，登上国际舞台。屏东县长周春米同样来到现场，替参展的厂商加油打气，更喊出“屏东好物，品质保证”，希望替农水产成功打开新的通路。日本的消费者，不论老少咸宜，一定都会很喜欢。五颜六色原果天然制造，大颗草莓、奇异果不惜成本塞在冰棒里。来到东京食品展，台南市长黄伟哲不推不行，说到农产品，这项王牌也一同精致登场。这是我们台南的秘密武器，不仅是吃的，还有赏心悦目的。结合奈米科技印上大大的台南英文字样，简单大方又不失质感，好物一样接着一样介绍不完。麻豆文旦做成生活日常用品，爱文芒果则是做成零食，夯到不行。另外还有水产丝木鱼、文蛤，最在地的台南味在日本登上国际。市长黄伟哲率队行销，更拿出诚意用日文介绍：台南の美味しいフルーツと商品を試してください。不止台南市长黄伟哲卯足全力，屏东县长周春米也亲自到场为大家开箱屏东好物。就跑出来十班，一身白西装优雅登场，按下游戏机台，手里拿着冷冻石斑鱼片，用有日语标志介绍。因为在食品展前，屏东在地石斑鱼就已经成功进军日本，回转寿司市场。我们的屏东馆就有十家厂商，所以屏东好物品质保证。除了石斑鱼，还有五仔鱼、凤梨、香蕉、芒果、芝麻等农水产。屏东县长周春米在现场逛好逛满，帮打气帮推销，就盼这回为期4天的东京食品展解锁更多世界厂商，为台湾成功打开新通路。记者日本综合报道。